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k Du， 一名生活在多伦多的全职地产经纪啊。今天这条视频，我把大家带到来奥罗拉啊，看一个由著名开发商 Fairgate 开发的楼盘，叫做 Grand Ridge 啊。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已经开发基本完成的一个项目了，是一个尾盘了。那么现在还剩下两套，我身后的这一套呢，就是其中的一套啊。它的面积大概是4700多尺啊，地的面积呢是60×130多啊。那么现在的叫价是239万9。入门玄关挑空20尺，十分大气。正门上的窗户为二楼楼道引去了更多的阳光。一楼10尺层高，所有过道门洞与户内门都设计为8尺高，使得整个房子的空间感尤为突出。书房设计在大门的左侧，使其与生活区分开，把互相的干扰降到了最低。升级的 fireplace 和超大窗户是这个书房的两个亮点。房子的正餐厅与会客厅是一个 combined 的区域，大大的增加了房子的会客空间，为在房子内举行大型 family party 提供了可能。独特设计的 coffer ceiling 则是这个区域的亮点。通过备餐区，我们来到了房子的厨房。白色是厨房的主色调，配搭全套不锈钢厨垫，使厨房显得干净整洁。10尺到顶的橱柜设计，为房子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收纳空间。早餐厅除了可以一览后院的美景外，更可以有门直通后院。家庭厅面积非常大，也做了十分好看的 coffer ceiling， 面向后院的大窗更是令人赏心悦目。升级的 fireplace 为这里带来了家的温暖。后院独特设计的 lodge， 除了极少数的豪宅项目外，在本地房地产市场也是难得一见，美观性和实用性都非常的强。背靠树林的大地也为这个房子的价值提升做出了贡献。4700尺的房子，连二楼走廊的空间也十分的阔绰。二楼卧室的几个特点：面积大，采光好，方正实用，都有独立的卫生间与 walk-in closet， 不多介绍了，大家随着镜头细看一下吧。地下室的 landing area 已经完成了装修，整个地下室的特点就是窗户多，采光好，设备安放位置统一，可用的面积非常的多，另外还提供了两个洞房 cool room。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一楼的 laundry 和 powder room。好的，今天这条视频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房子呢，基本上已经看完了啊。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跟 Mark 联系哈， Mark 可以随时安排大家过来这边看房。那么现在我先再总结一下这个房子的一些情况吧。这个房子的具体位置是在 Aurora 的Bloomington 跟央街的西北角哈，这里周边的环境是非常的漂亮，森林、树林、河流啊，高尔夫球场是环绕了整个社区啊。然后的话，这边的开发商是
著名的开发商 Fairgate， 他这个楼盘呢叫做 Grand Ridge， 但是呢现在已经卖的七七八八了，剩下的只有两套尾货，最后的尾货就是我们现在今天看的这套是其中的一套。那么这套房子它的面积呢，地上面积是接近五千尺哈，4700多尺，然后拥有4个睡房，当然了都是套房。然后的话，大家刚才也看到了，整个的装修配置非常的在水准以上哈。可以这样说很多发展商给不到这种设置的，但是这里已经含有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现房的新房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真的尽快跟 Mark 联系。那么它的地块也是非常的大，是60×130多这个地块的话，我记得上一次 Aligo 出盘的时候达到这个地块的，基本上就这个地块加批秒都要超过10万块钱了。所以说这套房子呢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报价呢是239万9千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这样一个价格。在现在大多伦多地区房价飞涨的这个年代，用这个价钱买到这样质量的房子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了。那么不多说了如果说喜欢 Mark 视频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我的频道，多给我提意见那么今天房子介绍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见，再见。